我在德天瀑布，你在哪里啊？啊，你在北京啊？这瀑布在中国画里面从来没出现过，说明这个瀑布是非常难画的，它都是西画的构图，你要画国画就很难。我都几十年都想了几十年才在画。老董啊，你和他们熟吗？熟啊。他这个是三面那个寨子的吧？他当时是那个地方的村长嘛，喝酒认识的。原来他也蛮能喝的，一喝就醉好酒。没打了，我送你去啊。又有姓马的，又有姓甲的，是在做哪一些姓马的？他这个一起起来，这个暂时变感觉变了，他还没搞到头来，对，是吧？还是。也想过好生活，太想住水泥房，空调才有用啊！你后面房子多好。哎，社会总是在进步。元宝山、青山寨这个生态，世界独一无二。如果这个被糟蹋了，太可惜了，独一无二，没有第二个。这里有高了。经常是醉倒的，人家把我摇醒，摇醒再去喝，又喝醒了，又把人家搞死。但是我是形成了我现在的这种风格和做人的状态，我觉得这个酒所起的好作用或者坏作用，都有它的功劳。这都算好了，以前根本没画画，酒多了，添了白酒就好很多。以前拿酒杯都拿不住。
这个在我走过那么多地方，我走过的风景区可谓不少，但是这里最吸引最打动我，而且最适合我，而且最后形成我现在风格，我觉得这就是我对这个地方感情产生的原因。中国的画家那么多，每个人都是寻找自己的感情的表现的地方，我觉得这里最适合我，因为它石头的粗犷，民居的巧秀和它的原始古朴的这种风格，我觉得我很喜欢，我觉得适合我。像这座房子去年来画的时候盖的还是木皮，今年来它就改成这个琉璃瓦，但是我昨天写生的时候呢，从画面效果来要求呢，我还是把它画成木皮。在画这个寨子之前是画桂林山水，以秀气为主，以灵巧为主，但来这个寨子以后呢，我追求一种古朴雄壮厚重壮大的风格，我觉得这寨子跟我的缘分在这里，所以我来这里元宝山大概来了几十次了，但我有过一年来四次的记录，这是很少的。我不去画，我不把黄山、泰山这些全国画家都去抢到画的东西，我就画我们的区域风景。区域风景它能有全国的代表性，这是很难做到，但是又是必须做到的事情。这就是一个挑战。这要来写。我首先骨子里面认为我是农民，我所画的东西，我喜欢的东西，就是我这个人生经历所产生的一种情节。所以我到这里来跟农民就像一家人一样，他们就叫我大哥啊，或者叫伯父，或者叫公公啊，所以我这种感觉我非常舒服。我不喜欢他们把我当领导，帮我当知识分子，帮我当教授当院长，我来这里就是找到这种感觉，我就能画出我所需要的画啊，我觉得这种感觉非常好。
上面呢它是灰的，灰的而且是黑和白中间起个透气的作用，但是白和黑加起来又是一个灰色，所以在里面起一个中性调子，而且又能透气，所以我对这个瓦情有独钟。我画这个坡是作为第二层景，现在是第一层景，第二层景，第三层景呢画高山，明天怎么画这种高山写生我是第一次画，没画过夹树露露石，这种是很难画的，我一直在思想斗争。拿好吗？拿什么呢？这张画已经是作品。昨天是早上7点钟，7点之前就开始工作了，所以早上太冷，结果又爱感冒了。就是你感冒之后代价，这个可能全世界都没有人用一丈二的在野外写生，这可能是也是一个噱头。我的画就是对景创作，是写生，但是我是对着景来创作的。像这种画法，画到70岁就不太容易画了。首先最显吃力的是腰，然后就腿，然后就精力。所以抓紧这些还有能力的时候，认真留下这一批。挨了店门，要烧了烧了就煮吧。独上的曙光是祖闵医生留下来的药方，好多人向来要的呀，是吧，老头子？是啊。我只选择，我之所以选择写生创作呢，其实我是弥补我的智慧不够。我得依靠大自然给我的启示，我才能完成我的作品。这个也许是一种谦虚的说法，但是是我实实在在的一种，一种想法。哈哈，你这个乱在色情哦！都在不了，难道在那边？但扫黄都把那个尿在扫坑里。哈哈。干两个肉，它这里变成了时尚人家的一个接待点了，可能他原来都没想到从事这方面的接待工作。因为我把这里造成一定的影响力，可能给他们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一些，包括生活的变化，生活方式的变化，还有他们最后把生活变成经营，这是他们没想到，我也没想到，都不是刻意的，这就是一种缘分嘛。来，脱壳了，脱了，脱壳。有没得几块鱼？我们不用啊，他们不用，我们有肉嘛。你到这里来，你跟老百姓没有感情的沟通，你就不可能把这里的风光山水变成你的作品。这感情的沟通，精神的沟通，我觉得非常重要。这点有好多画家都不意识到，没有意识到，以为就是风光就是一切，不，精神才是一切。
我作为广西人，作为漓江画派的会长，作为在漓江边长大的人，我画漓江把它画好，我觉得既是以前是兴趣，现在是责任，啊，也是一个我推卸不了的责任。拿过去点，好了。OK， 自己打开了。今天我主要是教学，啊，我主要是想把我的技法给同学们看一下，因为漓江你要没有经验，你没有一定的基础和功夫的话，是很难表现的，甚至困难到无法下笔，啊，而且在这个桂林山水的山石上找不到结构，找不到线条，所以我今天要做的呢就是。通过我的观察，通过现场作画，给同学们一个启发和借鉴。你们第一步是掌握语言，大家记住啊，掌握语言才能表达对象。那座山的结构就是厚重、丰富、变化多、立体感强。我画的蛮好懂的。啊，就是你们自己把我这东西变成你们的东西，啊，好，谢谢。我发现桂林山水这么多年来，没有一位画家把它完整的、全面的、具体的把它画下来。我当时发现以后，我就很兴奋，为我这个发现很兴奋。以后呢，我就开始产生了这个画一个大的漓江这么一个想法。《漓江百里图》是我27年前创作的，当年我才35岁。哎，为这幅画，我准备了3年时间，上下漓江20多次，为这幅画呢，画了写生稿1000幅。我当时想，用什么风格来画这幅画呢？是抽象的还是具象的？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但是我为这个风格，我想了很久，最后我就选择的是传统和现代的结合，具象和抽象的结合。比较真实的反映了漓江的真实面貌，同时我也吸取了三峡和泰山、黄山这些祖国其他山河的一种气势。因为漓江呢，真正画像了它呢，它就比较小巧秀，所以我把其他的祖国其他山河的气势把它融进去了。当然，这幅画，我认为是我当时那个年龄的一个成功的尝试和一个有意义的创作。到后来在我们打造漓江画派的时候呢，理论家把它定位为漓江画派的开山之作，这也是无意识的一种偶然产生的效果。好硬你这没带来吧？没谈好价钱，怎么会该硬你？漓江画派它是一个以写生为特点、为创作特点的一个绘画团体。它漓江是广西的一个代表风光，画派以它命名，就是说漓江画派其实就涵盖了广西所有的。
有创作能力的艺术家。漓江是个词，但是不是说只能画漓江，只要能找到跟漓江有渊源的，包括广西各个民族的传说故事神话，包括现在的建设和发展都可以，其实就是个地理，漓江就是个地理。你那个中间那栋那个文清楼画得太正宗了，月亮也在正中，是吧？你落过去五公分就跑不掉。这都是无意识的。太秀气了，把它搞乱了。这一块你应该交代清楚的，是吧？你这一块清楚一点，这里泼一团墨，它前后距离就拉开了。你这张画是失败的，啊，而且你那个树脂的用笔，你看，你的用笔的弹性没有，这30米以内不能站人了。你看一二三就垮，不是违反这个房子就根本不可能存在。还违反了，违反还可以待几天，你这根本就不可能，赶快跑，根本你想跑都来不及，跑来不及。画得太干净了，你觉得对不对？你看你这种墨，这种用笔太多了，缺少差是什么呢？差是擦出时代感，擦出沧桑，擦出那种残败的那种感觉。你这个是画商品画带来的那种习气，是吧？说这个好卖，你就老画这种。你必须要从我那种写里面去找感觉。写，中国画要抓住一个写字，写就是书法用笔，写就是线条的重要性。大家注意啊，我用了一个技巧，瓦片的作用，枯笔，造成的一个灰调子。如果我这片瓦呢，又勾了瓦呢，这个就没这个效果好。你只要画面效果好，你不会问我为什么这个瓦不画，合情合理，先合情后合理。所以中国文化情总是在前面的。原则，比如说你做个老师，对学生就是一种无穷无尽的爱和奉献。爱体现在哪里呢？学生来跟你学画，你得有东西教给他。如果你仅仅买东西给他吃，天天能买件衣服给他，你这不叫老师啊。所以你就不断地强化自己的高度和水平，任何时候来一批学生，他都觉得在你这里交学费交的是值的，跟你没跟错，这就是原则。好嘞，好，可以上了，可以吧？最后一个，最后再来的涨价了。
我的技法可以说基本上就是我从生活中摸索出来我自己的一套东西，所以我是一个很鬼怪的，我没拧过我导师的话，我没拧过我导师的话呢是得罪了他。原来我们研究生是广西第一批研究生，我们的学制是4年，一看我们两个研究生都不学他，改为3年。改为3年还是他不高兴，2年就完了，改成2年，不改成2年还不算，开除，准备开除我。招我的时候他并不是因为他喜欢我，是我的分数我考得最好的。我就是一个县里面电影院的美工，下去放电影，喝酒吵架，这种人我的老师不喜欢。我是初中生考的研究生，我老师在我心目就是神仙，就是导师，就是佛，有了他我得到提升的一个定位。我跟他学的是大的概念而不是具体的技法，我这辈子必须要非常感激就邓小平，要没有邓小平后面实行的政策和路线，那我是完蛋的。我不仅出身不好，我父亲是家庭出身地主，个人身份是历史反革命，那就根本就不用政审，哪样审，这绝对是黑五类。邓小平去世，我含着热泪画了一幅画，一个巨石，一个古松，一个太阳，我就把邓小平当作这3样东西。苹果啊，猜得出就没意思了。谢谢，生日快乐，生日快乐，生日快乐，谢谢。还有最红木的盘子也送了一起，谢谢。王老师生日快乐，谢谢。有些东西是不能改变的，比如说父子关系、师生关系啊，这个呢一旦成为师生呢就很难改变。当然师生关系不是老师说了算的，而是学生说了算的。格物致知，黄格胜教学展在广西艺术学院今天我们隆重举行。我们也感受到黄格胜教授的学生们对能够成为他的弟子所体现出来的强烈的幸福感。因为漓江画派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以写生为主。我应该是那幅画的作者王雪峰，中国画学院副院长副教授，30来岁。你讲讲你的幅画。永远是跟自己过不去的，左建宏以前看我画8尺的，就说明我神经已经有问题。现在画到1丈2，已经神经完全错乱，而且是越老画得越大，你要讲给其他画家听，你说1丈2是在外面直接写生的，是没人相信的，这个是我是对自己的超过60岁的身体。和毅力和我的进取心在挑战。
变化呢，它是无意而有意。你要刻意去做，为了做出这个效果，相当于摇别呢？啊，摇别，对对，哎，精彩，精彩。我80年代、90年代的话啊，那时候我觉得我是有非常充沛的才体和体力，而且大部分画呢是酒后画，酒后有点醉，但手不抖，所以画得很飘逸些。我现在是画不出的啊，所以花鸟也没太画，因为花鸟是不能手抖的，花鸟不要求你苍老，山水是可以苍老的，抖抖抖抖出林可染那种效果也不错。那时候因为我在桂林的画展被一个美国朋友发现以后，他把我整个展览买下来，在美国继续展览，还比较受欢迎。照我们俩的约定呢，他邀请我去美国，那就是89年，但是就是国内动乱之后，他是对中国的政治环境把握不准，而且当时中国和美国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区别很大，当时我就产生这个想法，能不能留在美国。斗争，大概激烈斗争就3天。我拿到一瓶加州的葡萄酒，6斤装的，我自己一个人喝完都没法入睡，可以说思想斗争很激烈。最后我问自己，你这辈子想要的什么？我想我要的是事业，我的事业在哪里？应该在中国。签自己的名字得了，好了，就不用再考了吧。不是，我是学校代表代表学校，因为黄德胜院长是二级教授，他签在的，他都委托他出去代表学校。喂，哦乔丹何等伟大的篮球运动员，高中的篮球队把他开除了，对他就是最大的困难了。现在不管谁说美国 NBA 谁伟大，詹姆斯也好，科比也好，只要谁说伟大就是挨骂，你谁都不敢跟乔丹比伟大。但乔丹在他进入 NBA 前，高中篮球队都没进入，所以呢，这里就是一个对待困难的态度。山涉水，石头不滑的还好。
老大今年不行，我在这边。好啊！要！来兄弟伙，干杯！干杯！我说弄水，倒嘛都行。两个干杯，我们啊，交杯吧，交杯，交杯。三位光面加个冷饭啊！我是画桂林出名的，但是我画这里的激情比画桂林还冲动点。为什么？桂林它比较平和就像我不喜欢喝低度酒一样，这里是高度酒的感觉我这里感觉到一种冲击一种激动我来30次了，但是我没有一次来这里是不会画画的。每一次来，我就用不同的方法、不同的想法、不同的追求，画出一批不同的画来。这个地方，我现在担心它消失，但是我也不太担心消失，因为我的担心不起作用，而且我有一个下意识的狭隘心理。他的历史使命通过我这样来画形成我的画风，产生了那么多作品，他的历史使命是否就完成了？他也该寿终正寝了所以这真说不清楚。开工，开工！我想画了，我想泼墨。写生它是一种创作方法，因为呢，画家每个画家的创作的方法都不一样。我选择了这个呢，也是几十年形成的，直接从生活中感觉到更亲切的。更直接。他带他的研究生啊，然后有本科生啊，带来一来了来了50-60个人，我这里没有住，分下村的
靠近这里都是国家国父，就吃的都在我这里吃。就是们现在刚学的没法儿，吵就笑呗。反正吃熟了都来啊。他夹菜另外吧，我们都是吃的都是等于快餐，三餐早餐啊，又两餐啊，都是等于快餐。住吃一起的50块钱，这两年才是这样子，以前的30块钱也有，20块钱也有，客也多，就是活路也多，钱也是也得这样子。哎，可以，我开，来喽，大家来打你，哎，可以，哎。我们黄格胜院长要在我们村里边那条小沟上打造一个写生基地，然后那里的树太少，他呢在外面找来资金，然后就把这个在沟里边啊搞美化，然后种下一些有奇特这种古老一点的有形状的一些树，所以我就承包他一个绿化这个项目。种树，这个山野树是总共是15万。院长的规划，他说现在200万，这个钱已经到位了，到位了，现在开始动工。小杜是负责种树，一个一个焊模，搞路啊，又另一个人搞那个房子啊，搞那桥啊，另外一个人。前几天他说的，搞到2000万，搞定云宝山的。什么什么？他说我，云宝山的圣地旅游，青山寨的国家写生基地，我听他说这样。这是个悖论，人家想过好的生活，你为什么让人家过不好的生活？然后你把它当一个描写对象。让人家享受原来让人家过的人家并不幸福的生活，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接受这个事实，但是我们必须策划一个让他既过好生活又保持原状态的状态，这是我要做的。人家开空调到处跑气，冬天家里和外面一样冷，这是不公平的。我们必须公平，公平必须你站在高度来考虑这个问题的时候，你必须要给家策划条件，让家有你同样的生活水平，然后保持在你审美的同样标准，这才是公平。我觉得这里我投入太多感情，我会通过我的能力，我会
尽量去做这个挽救的东西。水池不要盖顶，盖顶就不好看。它水池的下面，水池下面做什么？固定的底座它不用了，它起码要到开春才把它用。我们每年大概有很多次的那个外出写生，来到云宝山以后呢，很多学生呢基本上就无法想象得到，十年前这里应该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存在，所以我们通过他只能通过在葛胜先生的画里面找到这些元素，所以我们现在想把这个地方呢作为一个重点的建设，把它建设起来，这也是我的导师葛胜先生的一个心结所在。我们通过这个建设了以后呢，让我们的学生呢以后呢能够在这里还是能够达到山水画里面的要求，可游可居可住，我们也能够可行可画，这样子呢就把我们这个山水传统山水画的那个精髓给它在我们现实中得以保留下来。我昨天吐就感冒嘛。像他们家这么正宗的这个酒，其他家找不到。老杜啊，是吧？他这个是正宗的，而且成年的重阳，去年重阳节埋在地下的。谢谢现在在社会上流行的我的话，90%以上都是假话。我想改变我的风格，在我现在我把难度放在我的第一选择上，难度就是你的创作的难度和时间的消耗，我必须在难度上面再走20年。我最早是想就以元宝山为生活基础的，后来觉得呢它的元素少了一点，比如说风雨桥啊、鼓楼啊，这是侗族的，你就这一个寨子呢，它的包含的元素有局限性，所以我想到整个广西的四大少数民族壮瑶侗苗的代表性的风光我都把它包容进去了。这个变化还蛮丰富的，那是把这个，你要把这个河面拉长。哎呀，这个太长了，一丈二，你躲不开这些东西。
想不到他怎么想出这个造型，非常美，这个真是伟大，真是伟大，崇拜崇拜，连设计者也不留名，啊，他也没留下图纸，他都是普通寨子里面一个农民，是一个非常有智慧的农民，他的力学，木工非常精到。这桥我都想了大概四五个月，怎么处理？因为寨子是仰视的，桥如果是仰视，你就看不到水。寨子是仰视的，如果桥你用仰视，你看不到水面，没有水面，你画桥再画江就没有意义了。所以我在这里，我煞费苦心。那时候79年去画一个年轻教师，现在也变画了个年轻女教师，现在变大妈了。那是我最后一张人物画写生，我那时画人物的，我读研究生之前都是画人物的，读研究生以后就画画了，后面画了漓江百里图以后就变山水画家。哎呀，你看这闹了。没搞完，播一个吗？走了。我说一会儿。你老公再来。再吃点啊。你起来。我从来不想安逸的，我必须给自己不断的挖坑，不断跳进去。啊，不断的填坑，又挖新的坑。当然，我这个从我的潜意识里面还想到，现在中国画的画家画雄壮的画的很少，画文人画的很多。我始终不把我当作文人画家，我只是觉得我是生猛画家。而且中国作为这么一个大国，作为这么一个13亿人口、经济在世界上第二的这么一个强国，如果没有大画的表现，我觉得也于心不甘。
哦哟，很好。就是一辈子最幸福的一天。格胜的在画坛里这个风格啊，是大家早就已经认知的、公认的。他把他所有的十八般武艺、各种粉末技巧都放进去，这个大家很敬佩，同行们都觉得。我想也要比较丰富的内容，因为我是记录广西这个民族地区这个年代的一个纪录片。我说我这是个纪录片。
就把这水泥房全部包，像这一栋一样啊，就以这个为楷模。这个房子如果过的四五年，它木头发黑了，这个效果就出来了。对对对对，这老杜家啊，这是他搞的这个小洋楼。这个首先钉子户就是老杜了，老杜，首先解决他的问题啊。你画这个，他在他们在柳州郊区画不得嘛，跑这么远的嘛，神经病，是吧？所以就是靠着大家，他必须要来。你看这东西人家就没得的，你看这个就莫动了，这种楼千万不动。以后把这一出来搞成一个景点，以后就可以组成一幅画面，啊，以后你这里有个桥过来。这了就好看了。我连中央领导都请来了，你这个你不懂了，对吧？哎，所以钱都不是问题，关键你要心里面要明白。你带头坐好啊！啊！你不坐好，我就扯了你这两个毛。在巨石上建木楼。这种地貌和地形和家居的形态，我走过那么多地方，没有，只有这里。我始终盯住这个事情，而且他们从市委到县委到乡党委、乡政府都非常理解我这个意图。我想能够做好、做成，而且变成一个以后非常具有吸引力和表现力的一个写生基地，我对这个很有信心。